我女儿已经上去救孩子，她本来是没有事的，可以没有事的。如果她跑出来，但是母子连心呐、啊，哎，小孩子在三楼啊，小孩就冲上去。他本来是没有事的，可以没有事的。如果他跑出来，但是母子连心呐、啊，小孩子在三楼啊，小孩就冲上去。哦，小孩子那时候在三楼。对啊。在三楼搜救到这三名民众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他的妈妈为了保护儿子，而是跟他们的儿子抱在一起。那我们陆陆续续先把他的小孩子先救出，再把他妈妈救出。另外哦，因为他们是三楼的顶楼加盖的一个违章，那三楼有一个铁塔，那他的阿公是躲在水塔里面，那我们利用破坏的相关的器材哦，成功将他的阿公救出。那比较可惜的是哦，只有他妈妈成功的挽救出他生命真相。那我们在这边哦，在这边也是呼吁哦，对于逃生的动线哦，我们火场逃生的时候，尽量以往下为主，低楼层逃生以往下为主。那高楼层的话，哦，就是我们的灾害的情况哦，往上和往下，原则上都是以往下逃出户外为主。三十二分、三十五分、三十七分同时救出啊！救那一个，他讲他救那个人。